每当我坠入情网，总是会闻到一种童年的味道，那是一种颜料混合香水的味道。这边再给他加个小车车，这样子山才不会空空的。那有车之后，姐姐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但男人的初恋通常是单恋。喂，我跟你说过上次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不想见到你，我现在上家教课，就这样。你几句话？而且，通常是要看着自己喜欢的女人对郎造的那种单恋。可以请你不要打过来了吗？什么？现在吗？小麦，等一下你爸爸妈妈来的时候，你就说姐姐有急事先走了，然后你乖乖把画画完，姐姐下次帮你改，好吗？让女人掉眼泪，她就会爱你。我想，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是从我这个童年单恋开始的吧。也因为这样，让我收集到一个又一个红彤彤的巴掌。我叫张成麦，大家都叫我小麦。没错，我就是业界所谓的渣男。今天早班啊？对啊，没看到我一脸厌世。那你怎么在这边？哦，有一些酒的账要跟你们请了。哦，那你帮你找啊。哎，在我了，在你在人家啦，在不了啦。啊！哎，在我。不要。哼，拜托，我不管了，在我，拜托啊，请了，在我。下车啊。不要，在我。哎、欸，喂，秦哥，你车子被抛下了，他要哭哭了呢。然后骑到店里。就像这样子。我们的爱火熄灭了。别闹了。好了，不然你试试看，我来拍你。我？嗯。来，有了。可以嘛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们不要再玩火吗？这样可能会对客人造成一些困扰。哎、欸，小姐，我刚有拍到一张你跟火的合照，我觉得不错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可以请你们不要再玩火了吗？哎，嘿，小麦。嗯，杰森，不，我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我真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差不多，差点，差点烧成烧酒鸡哈，啊，活该，刚好在别人的店里面玩火嘛，啊。
所以你们认识？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小麦，我认识超久的朋友啊。小麦，这是刚刚烧你小鸡鸡的，叫子晴，我都叫他晴哥。这家店让你来经营，还能撑到现在哦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也没什么意思啦，想说让你赔我个牛仔裤，没多贵，就差不多你一个月的薪水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刚自己要在店里做那么危险的事情，难道你全怪我吗？他们这家店都这样对待客人吗？小麦，你就看在我面子上，就算了。我看你的小小麦也没有什么大碍吧？什么叫没什么大碍？他这边整个破一个大洞。这个围裙先给你遮，你今天消费都算我的。然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喂，发什么愣啊？啊，这款的妹子很少见哈、哦。我跟这种女生在一起，应该就跟搞 gay 差不多。喂，搞 gay 不是跟你搞，白目。哎，你出手很重哎、欸，你。喂，干嘛？他不会对你有兴趣的。什么啦，白痴哦！他刚刚断我子孙呢，我怎么可能还会有胃口啊？喂，很难说，你平常胃口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你爸上次跟我说要跟我们敬一些酒嘛。三年嘞，老娘一天到晚帮他洗衣服、洗内裤。内裤还要徒手洗耶，你有在听啊？有。我要徒手帮他洗内裤哎，结果呢，他老大一天到晚在那边打电动吃鸡，肚子饿了就在那边叫叫叫。Baby， 我想吃三宝饭，帮我买三宝饭好不好？做成这样跟老妈子一样。杨子晴，你说话啊！你一年到底要跟同一个男人失恋几次啊？我也想跟不同男人好吗？那怎么会有人想要跟妈妈谈恋爱嘞？梁子晴，你到底是不是朋友？是朋友才跟你讲实话啦。哎，你这样几次了？每次他一句话，然后你们又复合，一直重蹈覆辙。你又没有恋爱经验，那么菜，你才不懂嘞。就这次对我很重要，你懂了吧？喂，懂了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的，我待会有事情，那我先走了。OK， 好，拜。好，我再打给你。好，OK。哎，子晴，拜哦。拜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小麦。你好。刚我在旁边看，我觉得你的表情很生动。没有啦，我刚有很生动吗？我们是在讲我们朋友的事情啦。所以你们认识？你就是刚刚那个被烧鸡鸡的那个人哦。其实我刚好看到了。哎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你们聊，我去忙。好，我们聊。还好吧？有没有怎样啊？没事啊，还是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你要干嘛？拍你啊！好啊，来啊！那你就随意哦。很随意，我才会摆的。来，一、二。明天我要出去外拍，要跟吗？真的吗？你说是去看你拍照吗？你也可以找你朋友一起啊。我朋友。你说子晴哦？要不然第一次我怕你不敢跟我单独上山。没关系啊，我是说没关系，我去问他，现在就去问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子晴，
又来了，才刚见面就一头热。陪我去啦。不要。拜托。不要。拜托。我跟你们讲哦，那天啊，我走在路上，又有人搭讪我哎，而且超奇怪，每次都是我戴口罩的时候，就有人来搭讪我。他就走过来说：“小姐，我可以跟你问路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好啊，你问啊。”他竟然把手机拿出来，你可以私日。他说私日哎，他竟然说私日，你的赖账号，你不觉得超好笑？我傻眼，然后。他又不是我的菜啊，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就是赶时间什么的，我就要走。然后我一转身，我就听到砰，真的是砰哦，他跌倒，他就跌倒了，我傻眼哎。会冷吗？后面？哦，还好，不会。后面有杯水，渴了可以喝。哦，哎，刚刚都是我在讲话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渴不渴？Oh my god， 是翔翔哎！喂，怎么了？哈？那你有没有怎样？那你现在在哪里？等等，传地址给我哈。好，我马上过去找你。哎，小麦，你先停车一下。怎么了吗？翔翔出车祸了，我要赶快去帮他处理一下。那他人有怎么样吗？人是没怎样啦，可是他那么笨，我要过去帮他瞧一下。我们在你啊，在哪里？就啦，那边那么远。好了好了，我等一下自己过去。那我跟你一起走。不用，你就留在这边跟他一起去拍照。我呢就自己顾好我的事情 ，OK？ 先这样子。不是他们。哎、欸，小荣来。哎、欸，小荣。叹什么气啊？就觉得他每次都算了，没事。那我们还继续吗？拍照？哦，都可以啊。你要送我回去也可以。我不觉得你想走。不是啊，就反正都出来了，所以去哪里都可以，没差。那过来吧。啊？来前面啦，你当我司机哦。哦哦。好热哦，这时候真的需要一个清凉的无糖绿。来啦，水喝就不错了，还无糖绿耶。谢咯。你看，甲虫，不要过来！你怕、啊？你不要过来啦！甲虫这么可爱，你干嘛那么怕、啊？不是，我不是怕，我是有童年阴影，好不好？我小时候被甲虫爬进去，我裤子过，很恶心呐、啊嗯！你真的不要，真的。好啦，好啦真的很恶心哎、欸！让他回家啦，好不好？甲虫掉进去了？什么？是草？什么啦？夸张哎，就草而已啦，草啦。梁琪，你真的很白目哎、欸，还好，这很恶心，哪有人这样玩的啦？是哪有人怕虫怕猪一样？干嘛啦？在盖比的动画角色中，虽然小麦不是主要角色，但是以他为主的故事都引起很大的回响。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渣男总是有吸引人的特质，却也自私的让女人们心碎。他们了解女人要什么，
却也总是顺从自己的一切欲望行事。难道渣男心中就真的无爱吗？有些是否只是因为某些因素让自己的爱失能？故事中的小麦遇到他心中感觉很不一样的他，是否能享受平凡恋爱的幸福呢？你干嘛这样？什么干嘛这样？就你说你业绩不好被老板定，我就想帮你啊。这边的话都还好，那我们去上一间嘛。好，好了好了。好啦，看我们嘞、欸，好帅哦！靠，我还在看。好了，不要这样。专心打球好不好？那，你可不可以救我？救你！好像在排队等着一个伤害，这光景不同，靠着稚气脸孔穿梭。这平行宇宙，我给你了吗？ Oh cry， 还等你吗？温柔像我的这个春暖敞开，这等级不同。你愧疚像是装饰，拥挤不到。三秒钟 ，Find 你了吗 ？I'll try 你吗？